看我今天给阿信带了什么？哇，我们现在26000个人，我们没有给阿信点关注的点个关注。然后你们猜我给阿信带了什么？今天我看一下，锅。哇，你们太聪明了，太聪明了，朋友们，你们真的太聪明了。你看，我的还没拿出来，你们就猜对了，真的太聪明了。对对，哇，很多朋友都猜对了。阿信，要不你就不要放在这个上面煮了，这个不要放。我今天给你带了一个东西，我们就用那个煮，好不好？没事啊，那个很方便的。没事，我朋友们，你们还没有给阿信点关注的，点个关注。然后你们猜我给阿信带了什么？我现在拿出来，我去拿出来。阿信，你等一下，我去把那个拿出来啊。我把那个我今天给你带了个礼物，我拿出来。然后你们还没有给阿信点关注的，点个关注。我把那个东西拿出来。小顺，你又带东西了？对呀、啊，不是昨天很多朋友都说给你送个东西嘛，他们说送那个化妆品，那个太不实用了。然后我今天就给你带了一个实用的，这个朋友们，你们看，你们猜这个是什么？我就买了个这个，你们猜会是什么？你们说这个是什么？阿信，我给你买了个这个。你看，只是你又买东西了，真的太那个了，你不要买东西啊！你看你昨天这个好，这个方便一点，你每次都用这个煮东西，然后我们就用这个。没事的，小朱，这个很方便你，你看嘛，现在把水关到那里，它都开了。不是，用这个也很方便的，我们就用这个来煮。要不小旭，这个你算了，要不你把你把它还给不是推给人家吧、这个、不是，你说一下这个也可以做饭也可以做汤的那个卖那个的人说可以做饭可以炒菜也可以做米饭，然后我就给你带了两个。你还带两个？对呀、啊，我们先不小旭，我们先把这个打开出来看一下好不好啊？不小旭，先不要打开，你把。然后朋友们，你们还没有给阿信点关注的，点个关注，我们打开给阿信看。阿信，然后我们小旭，你先不要打开，你先不要打开。等一下，我们一起打开给阿信看。阿信，没事，这个也是朋友们送给你的，昨天有很多朋友们说送给你，然后我们。朋友们，你们公屏上面还没有这个点赞怎么这么少啊？我们现在这么多人，我们公屏上面一个人点10个赞，我就去打开了，我就把这个打开了。朋友们，我们一起打开吧，我们一起打开。来，我不是小旭，先不要打开啊，没事，这我送这个这是我朋友们一起送给你的，我们朋友们一起送给你的。不是，你看我们有做饭的，这个是可以做米的，那个是可以做汤的，没事的。你看你这个，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阿信他这个锅，你们看，阿信他都是用这个煮饭的，然后我今天给他带了一个这个，没事，小军，我这个他都是经常用这个做的，这个很方便的，小军没事。你们看你阿信你打开给他们看一下那里面是什么样的，你们看嘛，朋友们，你们看阿信他经常都是用这个做饭的，你们看，哇，这个还是烧水烧的这么厉害呀。对啊，我这个还是很方便的。哇，这个比那个。朋友们，这个比那个电烧的还快呀、才烧的一下子就烧开了。对呀、所以小军真的、我们把这个推给老板吧，真的，我真的不想让你破费了，你看你帮我没事，我多太多了。然后看哇，朋友们都给你点赞，我们一起为阿信点个赞。不是，我们打开吧。你先不要打开，先不要打开，我们把它推给老板吧，真的。你看你这个拿给我们也真的。没事，来，我们打开，没事。没事，这个打开，这也是朋友们的一点，小军啊，朋友们的一点心意，我们一起打开吧，没事。是的，小军，你先听我说嘛，我昨天不是，我昨天跟你说的是，我只是把好的，就是把钱存起来，把好的留给我的，就是以后给儿子用嘛。然后的话，我们现在你也知道的，我们有这个，然后有那个，真的不用那个的，没事的。但是阿信，你听我的，你就用这个。你就听我的，直接用这个。你看你每次直接用，你每次朋友们对不对？是不是你收下吧？你看很多朋友都叫你收下，打开。好，我们一打开。不是啊，小军，你听我说嘛。没事，我知道你是好意的，但是我真的不能再说了。你看你每天都不是送这个就是送那个，我真的不能再说了。没事，阿信，老板吧，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然后也是我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的一点心意，他们昨天叫我送那个昨天那个贴在脸上那个不实用，他们说还是要送点这些做饭的这些实用嘛，朋友们对不对？昨天你们叫我送这些，然后我今天也送了，然后你们现在
然后你们觉得也是我这个做的对的，你们叫闺蜜上面我们也在叠的10万个嘛，10万个赞。是不是我真的不能再说了、我真的不能再说了。然后的话这个是烧电的对吧？对呀、然后那个电我们也那个嘛，所以我们用这个和那个做饭真的很方便的。没事没事，来我们打开阿信打开、来我把手机放在这里，我们一起打开。我们把它推给老板吧。啊，阿信这个买了我们就不退了吧。都买了，来，我们是的，小娟，咱们不打开了吧？咱们把这个。阿信，你听我的，打开来。我真的不能再说了。朋友让朋友们教你怎么用，因为我也家里面我也没做过饭，不知道。哦，小菊真的是。来，朋友们，我们一起打开，我们一起给阿信打开。你每次都跟我说那么多天了吗？没事，这也不只是我的一点心意，也是我那直播间里面的朋友支持你他们的一点心意。然后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还没有关注阿信的，就给阿信点个关注。我现在给阿信打开，让你们教他怎么用，因为这个我在家里面也不做饭，也不怎么会用这个，因为我买的时候我也没有打开，你们看我现在才打开的。小娟啊，你看哇，你看这里面我也没打开过，这里面我们一起拿出来。小娟啊，阿信的把那个拿走。这个应该是。这里面都装的都是什么、这个等一下先放在旁边，我们把这个锅拿出来，让朋友们往里看。小志，你这个就跟我那个一样的、你看嘛。不一样，你把那个袋子拿下来，你看。这个应该就是这样的。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应该用过这种吧？这种你们应该用过吧？这个是插排，就插在。电上面的应该就是插在那里面的，我问一下朋友们。朋友们，这个是不是插电就可以直接用了？插电的，这个好，非常好，方便。对，这个确实那个卖这个的那个五金店的那个老板说，他说这个确实好用，然后我就买了这个试。那朋友们说，就插了这个就可以用了，就这个。这个就插这里啊，信，就是插在这里的，就插在这里，就这样把那个插在电上就可以用了。哎呀，小娟真的是，没事，应该这是一个盖子。我们真的是可以用这个。这是一个盖子，这盖子在上面就好了。然后这是这个是干嘛用的，朋友们这个是干嘛用的，朋友们这个是干嘛用的。方便好用，蒸馒头用的，阿信这个就是你蒸那个刚才那个就那个是蒸这个用的吗？这个吗？是不是蒸这个用的？他说这个好像是蒸这个的吗？我这个太细，有点细了，我水不小心有点放多了。是蒸包子用的。阿信这个就给小孩做包子的时候用，就用这个。然后你这个你就收下吧，我这边还有一个。太破费了，没事没事，来再给你收下。你看你每次都说我这个你先放那边吧，放旁边吧。没事，你收下来，放这里吧。来，你先放旁边，我在那边这边还有一个。来，先放旁边，没事，你以后再用这个方便一点。你先放旁边嘛，这里还有一个，你们猜会是什么？还有一个，朋友们，还有一个，你们猜会是什么？还有一个。你们猜会是什么？还有一个，哇，太聪明了，太聪明了，都答对了，真的太聪明了，朋友们，你们太聪明了，真的哇，我都还没拿出来，你们就猜对了，是电饭锅，对呀，真的太聪明了，来，我，对，你们真的太聪明了，都猜对了，然后我们，觉得阿信这个人非常实在，非常真的是个好女孩的，好女孩子的话，真的我们公屏上面我们给她一人点10个赞，应该都差不多破10万了。我们都支持一下，这个女孩子真的也不容易。阿信，来这个，这个是一个电饭锅。你买2个呀？对，这个是一个电饭锅。小军，我真的不能说了。没事，阿信，我都买了，来，这个你就收下吧。收下，然后拿一个就好了，这个就好了，真的是，这个就是、不能再说了，我真的不能再说了，真的。这个就是做米饭用的，没事，你这个你收下吧。
啊不，我真的都不知道，你每次都送我那么多西，天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真的是。没事，你收下阿信，这这也是直播间的朋友们的意思。然后我也，我这个人也很背，也不知道带什么好。然后他们说，你带的已经够多了，真的是你多带的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我真的都不知道。没事，阿信，没事，没事，这个你收下吧，来，我们打开看一下，没事没事。这个一个就好了，小菊，真的一个就好了。没事没事，买的买的。这你说了呀，这个是可以炒菜，也可以那个的，那一个就好了，真的真的那一个就好了。阿信，你收下这，来，我给直播间的朋友们看一下，来，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打开，来，阿信你开吧。这也是朋友们的一点意思，来打开吧。我真的不能再收了，你看你送我东西真的是太多了。阿信，没事没事，你就收下，这也是直播间的朋友们的一点意思。阿信你都出汗了，来，我帮你擦一下。没事，小俊，我来擦，没事的。没，这烧着火可能就有点。擦一下就漂亮了。没事的，小俊，没事的。来，我们一起打开吧，来，我们一起打开看吧。来，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打开看，然后我们一起为阿信点个赞，来，一起，你们就在屏幕上面点赞，我就负责打开，来，我就负责打开嘛，这个就先放旁边。哦，这朋友们，这个要是蒸馒头的吗？这个也是蒸馒头用的吗？这个也是蒸馒头用的吗？这个跟刚刚那个一样。对，是的，哇，真的。还是朋友们懂，他们什么都懂，朋友们什么都懂。阿信，这个也是蒸馒头用的，朋友们说这个也是蒸馒头用的，这个先放旁边吧。来，我们拿出来，你拿出来吧，阿信，你拿出来，我让朋友们看，哇，这个是电饭锅，是做米饭用的，阿信。哦，真的是你今天都，真的是不知道。然后这个就是一个饭瓢。就是，你把它收好吧，没事。然后这个是一个电线，那个插在电饭上锅上面就可以用了。你不然你一直用这个，阿信他之前做饭的话，他都是一直用的，都是这个用这个做饭的。现在我给他带了一个这个电饭锅，是小军真的很方便的。啊，这个，阿信，这个更方便。这个的话，你插电，在外面干什么农活都可以，把饭弄得热乎乎的，直接回来就可以吃了。真的是，你收下吧，没事。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真的是。没事，赠我一点心意嘛，你收下嘛，也是直播间朋友们的一点心意。然后直播间朋友们，你们这心意我也帮你们完成。然后你们我们一起给阿信点赞，点的十万个赞嘛，10万个赞。一个人屏幕上面点10个小红心就差不多到10万了。收下，对，对，阿信朋友们都叫你收下。阿信家还缺个碗柜，朋友们，你们真的知道的太多了。你看你们什么都被你们，阿信，你那个是碗柜吗？对呀，这个就是吧。哦，阿信家朋友们，阿信家有碗柜的，这个就是阿信家的碗柜，这个。对呀。他家有碗柜的，是这用的是这个。我们就把碗那是放在里面的。不，阿信家是有碗柜的，不是没有碗柜的。阿信家的碗就在放在这个里面的。小军，你送我那么多，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桌子板凳，朋友们，你们真的什么都让你们猜到，然后你们就屏幕上面点赞嘛，点我们为阿信点赞，然后我们缺什么以后我们一起来送给阿信，然后你们没有关注阿信的就关注阿信，然后以后阿信缺什么我们一起来送给他，好不好？就这样，阿信你这个收下来，收下，你应该饿了，快点做饭吃，就放里面。好，阿信，我都好热呀，有没有水呀？我喝口水。有，等一下，我这里有一个我自己找的那个。什么？就是这个，我你不说我还都忘记了。这是什么？刚好这里有个，这个就是在那个山上找的那个蒲公英。你坐着，我给你泡一口。蒲公英。对，你坐着，我给你泡一口。这是蒲公英吗？对，这个是已经晒干了的，你看嘛。啊，它这个就是已经晒干，好香的。这是蒲公英呀、啊。对呀、啊，这个就是蒲公英。哦。这个就是我在山上自己找的。哦，自己找来喝的。对，我给你泡一杯啊。哇，那我又有口福了，能喝上这么好的茶。你不说我还真的是那个了。哇，那真的麻烦你了啊！你小心一点，不要烫到手，小心一点。这个有点烫。啊。
你小心点，那等一下再弄吧，等一下再弄吧。马上没事，你等一下再弄，这个有点烫，等一下再弄。你阿信，你慢一点，不要烫到手了，不要烫到手，慢一点。哇，你们有没有喝过这样的蒲公英？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喝过这样的蒲公英？哇，你看我今天又有口福了，能喝上阿信泡的那么好的茶。好，谢谢，好，谢，很烫的啊！哇，确实很烫，哇，哇，确实很烫。我给朋友们看一下，你们看，朋友们，你们看，很烫的，哇，一下子就变得这么好。小心一点啊！哇，阿信这个一下子就全部都变成绿色的了。对，因为它就是还没干的时候，它那个叶就是那么宽的，晒干了它就缩小了嘛。朋友们，你们看，现在的话泡出来它就。小心一点啊！好，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喝过这样的蒲公英？有没有喝过啊？我喝一口，我替你们喝一口。哇，这个确实很香，味道的话真的很清香，真的。蒲公英去火的哦，是去火的吗？哦，我喝过啊，你们都喝过啊？帅哥怎么不露脸？哦，你们给我点赞，点到20万，等一下我就出来了。我现在我这个人长得有点丑，然后我也不好意思出来。朋友们，你们也知道的。阿信，你这个又在干嘛？我都没注意你又弄什么。我给你弄一个腊肉吃吧，我真的是，你看你每次送那么多的，我真的不知道该拿什么。不，我们吃那个就好了，吃那个就好了，不要弄这个了。哦，这个吗？对。没事，我们把这个煮了，然后配那个吃吧，我真的是。配那个吃啊？对呀、啊，真的是你。你看你，哇，你我都要不好意思了，你每次来你都弄那么多好吃的。那你看你每天给我送那么多，那我至少也给你做一顿饭吃吧，是吧？不然我真的是。哇，你看你这弄的，我真的我都挺不好意思。你每次我来，你都弄那么多好吃的，要不这个还能不能放上来呀？哇。是。要不再挂上来吧，再挂上来。没事，不挂了，小军，没事吧？我们就煮这个吃吧。哇，你看你要让你破费了，真的哎。没事，小军。不，要不我们不这个也再放上去吧。没事，我跟你这个是家里真的什么没有什么菜，就给你只能交给你煮个腊肉了。哇，你看你朋友们，你们还没有给阿信点关注的，点个关注，然后我们都为阿信点个赞，一人点10个赞。你们看，你们猜这个是什么？这个你们有没有吃过？这样火烧猪头，你们认识吗？这个你们有没有吃过这样的？你们觉得阿信这个人非常实在靠谱，那种叫淳朴嘛？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你们觉得她是一个很正能量的女孩子的话，你们就给阿信点个关注。然后以后我们一起来看阿信。我觉得阿信这个人，这个姑娘真的，太热情了，真的又热情又好客。真的，你看每天哇，每次你来，你就这样，每次都这样帮助我。我小军，我真的是，我都害怕对你有那个依赖了，真的，我对你都有点有依赖了。阿信，哎，这个还是放上去吧，我们随便弄一点吃就好了。没事没事，我们一起煮来吃吧。不，你这个挂在上面去吧。你看你这上面也没有多少腊肉了，你留给小孩吃吧。没关系的，小军，没事。这个我用火烧了，因为现在天气热嘛，挂上去我害怕这个味道就变了。没事的，小军，真的没事的。真的，我们随便弄一点吃就好了。没关系的，你看你，没事的。你每次这样弄，我都不好意思来找你玩了。没有啊，真的。哎呦。这个跑到那里面去了。哇，阿信你小心点，不要烫到手了。朋友们，你们还没有给阿信点关注的，点个关注，然后以后我们一起来看阿信。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黄里面烧的是什么？这个阿信正在做的这个，你们猜这个是什么？我看一下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是什么。我再给你烧几个土豆。不用了，阿信，不用了。不，真的不用烧土豆，不用烧土豆，真的不用。不用，阿信，不要烧了，不要吃不完这么多，这个不要弄了，阿信，真的。慢慢弄嘛。哇，你看你，慢慢吃嘛。你看要烧土豆。没事，弄这么多我们也吃不完，阿信，真的。没事，我们慢慢吃嘛。哦，这个。下次我都不敢来了，你真的太热情了，哇，真的。那就只允许你跟我送东西，那我连一顿饭都不能做给你吃吗，小军？但是我送的东西都是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的意思，我这个人又傻，什么都不懂。有的，小军。真的。
对呀、啊，就是昨天他才给我弄了那么好吃的，然后他今天又给我弄了个猪头，我都不好意思了。阿信这个人真的太热情了，你们，然后你们觉得也是热情的话，你们就公屏上面点赞，点十个赞，一个人要求也不高，对不对？我们屏幕上面我们一万个人，直接一个人点十个赞都十万个赞了，我们就一起为这个阿信点。对不对？点个赞嘛，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人也不怎么会说话。然后，你们有没有吃过这样的猪头啊？你们想吃吗？想吃的话，以后都可以来阿信家吃的。阿信这个人很热情的，阿信你真的太热情了。没有了。没有哇？你们没有吃过哇？还能吃吗？阿信，你直播间的朋友们说你这个不能吃了。可以吃的，小军，这个可以吃的。可以吃吗？对，可以吃的。阿信，要不我来帮你弄吧。没事没事，我来。我怕你烫到手，要不我来弄吧。这个是你这个就害怕，我也痛，我也害怕烫到你了。啊、没事的，没事啊，我们一起弄啊，我们一起弄。没事，小俊，没事的。哇，你真的。现在我把它。太热情了，这个阿信这个姑娘真的太热情了。以后哪个男的娶到阿信这么好的姑娘，真的是幸福一辈子。真的，我阿信阿信这个是什么？阿信，哎，等一下，哇，你怎么出那么多，汗呀？朋友们，你们看，阿信这全是汗，没事的，小俊，我们一起把阿信擦一下，你看，擦了就漂亮了，真的，没事，阿信擦一下就漂亮多了。他等一下就没了。朋友们叫我擦一下，你这个汗太多了，我们一起擦一下。朋友们，我们一起擦一下，这个汗太多了，我们一起来擦一下。没事的，小俊，你看，没事的，这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漂亮多了？这样就漂亮了，这样就漂亮多了。阿信，我来帮你吧，我来帮你。没事，我来。我来帮你。这个烫，很烫的。啊？我来就好了，没事，很烫的。这个好烧好了吗？对，这个。朋友们说这个烧的太黑了，不能吃了。没事，我把它洗一下。啊？洗干净就好了。洗干净就好了吗？哦，冒烟了。哇，这个冒烟，来，我来帮你洗吧，阿信，真的。这个我来就好了，这个你看。我来帮你洗。哎。这个你是用？哎，我来帮你洗吧。我的那个刷子去哪里了？等一下，我找一下，我的刷子。哎，要不就用这个吧。啊？要不就用这个吧。没事，我来帮你洗，我们一起洗。阿信。小军，我来。我们一起洗。然后我去拿个刷子，要不我去拿。啊？我去拿个刷子吧，我去拿个刷子。这土的收服了，阿信，哦、这土的收服了。没有。啊？没有的，我把它翻一下就行了。啊？我把它翻一下就好了。哦，不要烧坏了，等一下要吃不成。我用刷子洗。阿信，哎，你休息一下，我来吧。哦，我这个你。朋友们，你们。你们想让小军去洗的，你们就公屏上面一人点十个赞，我们点到20万。小军今天从来没有下过厨房的，然后我今天就来把这个猪头给阿信煮了，给阿信吃。我们给阿信点赞，点到20万。现在我们，然后还没有关注阿信的，给阿信点关注。阿信，我来帮你，我来帮你，我来帮你洗来。这个先放。你真的要洗吗？你看这个那么黑，我来就好了。对，我看有没有人点赞，有人点赞，我就去洗了。他们都好像不愿意让我去洗，你们。主播叫得很烦我，你看他们的意思，你那朋友们，你们的意思是不让我去洗吗？是不是让我给阿信添麻烦了？是不是我这样去的话，让给阿信这个热情的姑娘添麻烦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没有的，小俊，我洗就好了，我来洗就好了。我看阿信年龄怎么这么高，也不对呀、啊，都是你们朋友们的支持啊，对不对？不然也不会这么高啊。阿信，我来帮你吧。然后朋友们，你们还没有给阿信这个热情的姑娘点个赞的，然后我们都给阿信提前点个五一劳动节的赞。阿信这个人天天劳动，来，我帮你洗吧。阿信，来，我来洗。你真的要洗吗？对，我来洗。那我教你怎么洗啊？那我教你怎么洗？不用教吧？那我教你怎么洗，不然的话。这个你看，它这个就这样用这个刷，就这样刷就好了。这样刷吗？对。来，我来洗，来刷一下。你小心一点、哦。哇，朋友们，你们看，我们一起来刷，我们一起来帮阿信刷。不是，但是阿信这个还是我来吧，我真的害怕那个了。这个怎么刷不掉啊？要不我来刷吧，是不是要放点洗洁精呀、啊？不用放，没事，不用放的，小旭，不用放的，不用放啊，就这样用力的搓。那小旭，我来吧。这样我来吧，没事，我们洗洗，我来洗。
这是你朋友。这也是朋友们的意思。朋友们见我，他说你这个人太热，朋友们都说你这个人太热情了，真的，他们都很喜欢你。啊、然后你们喜欢。你们喜欢阿信的，然后给阿信点个赞。我们以后我们一起来，看阿信。他这个姑娘真的太实在了，真的太实在了。这个，阿信，你看那个看。算了吧，我来吧。啊、真的，我来吧。没事。看你这手太黑了，啊、真的，你看。没事。我来吧，等一下这个又可以。那我问一下朋友们。可以戳到手，没事，我来吧。朋友们，我也去洗了，然后你们这个点赞怎么还一点都不动啊？洗主播也洗过了，小军也去洗了，然后怎么这个点赞怎么这么少啊？20万都没有，你们是不是嫌小军去帮阿信的忙太麻烦了？是不是啊？让阿信洗的干净一点。哇，你看你们，但是你们说的也对，阿信洗的话确实。小鞠比小鞠洗得干净，因为小鞠也没有干过这种活。说实在的，因为阿信的话，他家里面都是他一个人干农活，什么孩子都是他一个人带，他应该也是习惯了。阿信，你真的太厉害了，其实真的我很佩服你，真的。没有了。真的，我在外面，遇到千千万万的女孩子。那些个子很高身材很好的，但是唯独你我就真的感觉不一样。是个很，你把我夸得太好了，是个非常不错的女孩子。朋友们，你们觉得也是我说的这样的话，你们就给阿信点个赞，以后我们一起来看阿信，我们一起来支持阿信，因为他也不容易，一个人带着小孩。你阿信，对了，我认识你这么久了，我还没问过你多大、啊、你多大了？都认识这么久了，我倒还不知道你多大了。我23了呀，你还不知道吗？阿信，你才23呀？对呀、啊、我23了。你23就带着个小孩呀、啊、对呀、啊、我上次我说过了嘛，因为我爸爸去世以后，他们就着急把我嫁人嘛，所以我很小就被他们嫁出去了，所以的话我就相当于我就是结婚结的早嘛，所以我现在小孩3岁了，然后我现在23岁，我20岁就是19岁的时候就结婚了，20岁的时候就有小孩了，这样的。阿信，你真的太厉害了，真的是现23就一个人独立生活，还每天干这么重的活。朋友们，你们说对不对呀、啊？阿信这个人真的太厉害了，才23就一个人独立的过生活，还每天都干这么重的活，真的，真的太厉害了。然后你们也觉得厉害的话，你们就给阿信点个关注，以后我们一起来看阿信，真的太厉害了，真的。然后我们还没有给阿信点赞的，一个人给阿信点10个，屏幕上面一个人点10个赞，然后我们给他点到20万。阿信你真的太厉害了，真的。阿信，你这些腊肉都是今年的吗？对呀。啊，这些都是今年的。哦，你真的太厉害了。他老公呢？哇，你们他老公呢？她老公怎么都在为她老公啊？阿信，这个她老公我们之前说过啊，你们昨天应该是他们没来，阿信他们又在为你老公，你能不能给他们再说一下因为很多新来的朋友都不了解，因为他们你看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在为你老公，直播间的朋友们，要不让阿信我也不好意思说，让阿信说吧。然后你们还没有关注阿信的，就给阿信点个关注，以后也不用为这样的，真的我也不好意思问的。阿信，他们都在问你老公。那我就说给他们听一下，我老公在我小孩几个月的时候他就去世了，然后的话我现在的话是一个单亲妈妈嘛，就自己带着小孩。就是自己一个人生活的那种嘛。我在我小孩就3个月的时候他就去世了嘛，所以现在的话就是属于一个人带着孩子的。
阿信，我们不说这些了，朋友们你们也听见了吧，然后你们觉得阿信这个姑娘厉害的话，我们闺蜜上面一个人点十个赞，还然后还没有关注阿信的就给阿信点个关注，你们喜欢阿信的因为阿信我们都开心一点，不留这些事了，我们都开心一点，朋友们对不对，要开心一点，不然也不好，要开心一点，阿信你以后都要开心一点，真的因为你像你这样的单亲妈妈，二十几岁的单亲妈妈每天都干真的这样的农活，我也是挺佩服的，因为我之前也没问过你年纪，你现在才说23岁，真的我也有点惊讶，因为在我们那边的话23岁的女儿是不是看起来像一个40岁的人呀？没有啊没有啊，直播间的朋友们没有啊，对不对，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看阿信像多大的年纪的，我让朋友们说一下，你们朋友们你们说阿信多大了，你们就这样看个面相，你们看阿信是多大的姑娘。对呀、啊、是，对，有个朋友说对了，是，对呀、啊、对呀、啊、对对对，18，哇真的23，18，对，朋友们都说你像个18岁的女孩子。怎么可能呢，可能阿信我也希望你永远的这么年轻漂亮，永远的活得像18岁的年纪。可能我们的话，我们经常干农活嘛，然后经常在大太阳底下就是干活，所以就可能被晒得比较黑嘛，所以可能现在看起来像那种30-40岁、40-50岁的人吧。没有啊，其实你不说你的年纪，我还以为你才只有18岁的呢。怎么可能呢？真的，现在你又开玩笑了。真的，现在你说出来了，我才认为你23岁，不然我都认为你是18岁的单亲妈妈呢。真的，怎么可能呢？真的，我要是你不说出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都不知道，对不对，朋友们？其实有时候我这个是很自卑的，因为看着像我一样的年纪，他们活的就在我们村里嘛，有的些的话人家有的些的话就是像我这个年纪还有的些没嫁呢，然后还有的些的话还在上学嘛，所以有时候真的，然后再看一下自己的孩子长那么大了，然后好像想想一切好像都是挺值得的。但是阿信没事啊，以后你小孩长大了你就会不用那么辛苦，然后他会来养你的，不可能。然后阿信，你这么年轻，你就没想过，再找个人嫁吗？这个。